今次为大家介绍的是卡哇伊系列最高性价比之一的数码钢琴 ES110， 大家听下它的声音是怎样的先。这个数码钢琴专门以仿真三角琴为特点，除了可以体会到钢琴的细致度，还可以奏出理想中的歌曲。这个琴键拥有专门研发的 Responsive Hammer Compact RC 琴键技术。这款数码钢琴可以轻易制造出如三角钢琴的触感。在没有弹簧的情况之下，这个技术可以根据每个位置的琴键在每个不同的音域上给了适当重量的音材，提供了足够的稳定性外，同时加强钢琴声控制度。两者相互配合，为弹奏者带来流畅、自然和真实的钢琴演奏体验。全新升级，由原本的8×12cm 提升到 12cm 的喇叭，改善出力音量和低音效果，令演出效果更加丰富。除了标准的 MIDI 插头，还有 ES110 蓝牙 MIDI 功能，可以连接不同的设备，特别是应用程式，去扩展钢琴功能，利用评分、教学程式等等，轻松增添学习钢琴的乐趣。如果你学了很久琴，想在屋企增添一部有些质素和要求的数码钢琴，不妨试试这部 ES110 啦。因为它除了有仿真钢琴的手感之外，还可以配合不同的现代科技，结合传统和突破，即使是最挑剔的钢琴家都可以轻易被满足要求啦。